我们准备进去吹冷气了哈，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日本人过去盖的能高越岭古道啊，就在我们这个底下的河床边。结果呢，因为日本人来到台湾滥砍滥伐，结果呢把我们这个底下的两个发电厂给洪水淹没了，结果当然他底下的步道也给洪水淹没，结果日本人盖了第二条古道在我的背后，
看到了没有？这个就是日本人留下的步道古道在这里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的前方一公里啊，在这个前方哈，100公尺有一个水泥的隧道在前端，后端全部都是原始哈。到了前方的一公里之后呢，出口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这是看不到人的，只要有这个氛围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在隧道口等一下哈，我来看看你们的五个要件谁做的最好。OK。你们晚上就可以看到玉山国家公园的消防官员，在那个时候的2年半前，就是现在的5年半前喽，他去玉山县勘，他一爬到山头，看到了一群的水鹿，跟水鹿合照的照片，非常的精彩。日山大笑。真的，大笑可以预防癌症。好，拍完之后我们就跟着德勇过来咯。好，自信的来，我们尽量集中。好，再来一个。要给他帮助一下啊。OK， 好。人呐、啊，我只是拍个影像而已。对，来看镜头，好，都往下。
大家找个空位哦。啊、哦，很漂亮，有水有洞。走，来喽。Thank you.